黄连福是台湾举足轻重的医疗器材进口代理商，40年前即开始为台湾引进优良医疗器材，是台湾医疗生技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幕后推手。黄董事长秉持精益求精的理念，带领团队与国内外的医师群、医疗院所、产业界建立了深厚互信的合作关系。那我们公司呢，主要是经营了实验室的诊断试剂为主，所以我们不管是在自己本身这个检验的领域之外呢，我们还导入自动化的设备啊，以及这个软体设备，那么将来呢可能会朝更多元化的走向去走。那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呢，就是责任、竞争、荣誉啊。常常有人讲，责任因为分摊而变小，荣誉因为分享而增大。当时创业的时候呢，非常艰苦，自己没有资金，所以我就借朋友一个地下室，一张办公桌，一支电话，开始经营这一家公司。创立40年来呢，我们开始代理了厂商了，到现在我们都还在代理，表示我们公司的信誉，表示我们公司对他们贩卖的产品在台湾呢每年都在成长。多年来不断引进欧美各国实验设备、医学诊断试剂及生物科技产品，客户群遍及台湾各大医院与教学机构。服务我们台湾所有医疗界能够提供更先进的医疗技术平台，这是我一向的理念。我们着重的是教育训练，然后呢，来做最好的售后服务。黄连福董事长认为，培育人才、提升专业知识及素质，才能将高品质、高质量的商品推广出去。秉持技术第一及产品第一的理念，让公司成为医检界的领头羊。所以我是第一个在台湾推广免疫学的人。那这个免疫学当中呢，也包含了这个 HLA， 就是我们现在用在器官移植、亲子鉴定或者疾病调查。那这个是在临床上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公司代理销售各项检测试剂与精密仪器，并独家代理欧美大厂医疗产品，随时掌握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准与医学新知。黄连福董事长，他和长庚纪念医院睡眠中心及中国医药大学睡眠中心合作，成立研发专利并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产品的研发团队，希望能帮助诊断和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OSAS 的病患。我们分析他呼吸的这个速度、呼吸的这一个情况呢，透过我们的云端软体呢，来跟他分析了解，说他是下颚没有走到正确的位置，阻碍他的呼吸，或者是其他的问题，然后进而呢，我们可以给他做牙套来调整，把他拉出来。布利台南医院呢，他们那时候正好缺这个呼吸器呢，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呢，捐给需要最需要的一个单位，最后告诉我们他们用的恰好在那个时机上能够救很多我们的老百姓，这一点我们也感觉我们做对了一件事情，尽我们应该尽的一个责任。黄连福秉持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疫情期间特别捐赠金鼻高流量加热式呼吸加湿器供应系统给台南医院，希望提供新冠肺炎患者或更完善的照护。那未来的规划呢，我们希望走的是多元化，我们要当第一，不要当第二。如果我们去抄袭别人，那你永远在医学方面呢，你永远没有办法跟这些这个大经理去比赛。
黄连福带领优秀的工作团队，在台湾的医疗生技产业占有一席之地，未来将用诚信、专业、创新的经营理念，积极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希望成为生技医疗产业的领导者。